小号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叫做转发式小号，一种叫做利剑小号。我拿的这只金色小号就是转发式小号，这只银色小号就是利剑小号。在小号的种类当中，分有很多调的小号。这只金色的小号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叫做降 B 调小号，这一只叫C 调小号，这一只叫降 E 调小号。降 B 调小号是我们在平时基础练习当中和大量的作品练习曲当中所广泛使用的一只小号。C 调小号也就是近一些年来许多作者为C调小号写了大量的作品，我们才开始广泛的使用它。C调小号在交响乐团在乐队的合作和演奏当中也是广泛使用的。降E调小号我们比较局限的使用在古典作品的演奏当中，比如说胡梅尔的降E大调协奏曲和哈伊顿的降E大调协奏曲，还有就是 Piccolo 高音小号，还有一种就是 Flug 低音小号。铜管乐器的保养在我们演奏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铜管乐器就是用铜制作而成的，在我们的演奏过程当中它经常会产生氧化的现象。比如说银色的乐器刚刚拿到以后，希望每一位同学每天在你演奏完之后都要进行擦拭，因为银色的乐器最容易氧化的就是变成黑色。那么同学们呢，在保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使用专业的擦银布或者是擦银油，在演奏过后使用擦银布，在擦拭的过程当中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不要用力的去擦拭，轻轻的在上面摩擦就可以了。每天演奏完之后都进行擦拭，当2到3个月过后银色的乐器它的漆就比较稳定了，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它氧化的就会慢一些。还有就是我们的键子，市场上有很多这个铜管乐器小号使用的这个油，我希望同学们尽量选择一些质量高的油。我们可以在买这个油的时候呢去用鼻子闻一下，如果没有气味的这个油就是好的油，有的劣质油它的味道非常的大，这对我们人体也是不好的。键子只要我们在演奏过程当中
发现它的油不够润滑了，我们就要及时的上油。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条哨管，这条哨管很多同学在演奏过后都不重视，时间长了，我们这里面会有很多东西附到里面，就会影响你乐器的震动。口型是我们演奏小号的第一步，因为每个人他的嘴唇的薄厚、嘴的大小和牙齿都不相同，所以会产生各种口型。口型也就是说我们的嘴有多大，我们的口型就是多大。有的同学在做好口型以后，他的两个嘴角向两侧去拉，这是错误的。还有的同学在做好口型以后，他的嘴唇是向中间聚拢的，这也是错误的。那么请同学们照着镜子看，我们的嘴角有多长，我的口型就是多大。不要发生任何的变化。还有就是在起吹的时候，有的同学容易鼓塞，这也是错误的。还有就是在吹奏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上唇和下唇和牙齿中间，有的同学在吹奏时候容易充气，这也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的口型大小固定好以后，我们的口轮肌肉和两腮肌肉包括下颌肌肉要紧紧地贴住牙齿，现在的呼吸大致分为三种，一种就是腹式呼吸，第二种就是胸式呼吸，第三种就是胸腹式呼吸。我们现在大多数演奏家所采用的是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的气息要吸到我们的腹部。在这里我介绍几个练习的方法，同学们在家里可以平躺在床上，把你的腹部放上一本书或者是一个其他的物体，然后去感受你腹部吸气和呼气的形态。那么在腹部呼吸的这个过程当中，许多同学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这样，在呼吸的过程当中他的两个肩膀就抬了起来，实际上他的气息是吸到了上半身。还有的同学是这样呼吸的，也就是说他在吸气的时候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形。那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每天开始一定要认真的去练习你的呼吸，呼吸在管乐器的演奏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开始练习的时候，我建议同学们一定要首先做到轻松的吸气和轻松的呼气。在这个练习当中，可以在家里照着大的镜子去观察你的身体
在吸气和呼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刚刚我说的话，首先要做到轻松的吸气和轻松的呼气，然后去观察在吸气和呼气的过程当中身体有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再往下，我们拿起号嘴或者演奏小号的时候，同样要去观察自己的呼吸有没有发生变化，要保持跟刚才我们练习的呼吸一样。开始学习的同学在呼吸演奏过程当中和练习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下面我示范几个错误的动作和变形的动作，请同学们注意。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记住，同学们在刚刚开始练习呼吸的时候，一定要照着镜子去观察自己的身体、口型和你的手臂有没有发生任何变形的动作。首先做到轻松的吸气和轻松的呼气，这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介绍一个练习，在开始吸气的时候，开始练习呼吸的时候，同学们就要记住，我们这时候就已经有了节奏。在节拍器上打上60的速度，我们进行一拍吸气，四拍呼气的练习，然后连续的练习几遍，在这练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观察你的身体有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形。一、二、三。在呼吸当中，我们是包含吸气和呼气的两个动作。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把你的吸气和呼气的两个动作想成一个连续的动作。有的同学会这样去呼吸，这都是错误的，一定要记住把吸气和呼气想成一个连续的动作。接下来我们再做三种呼吸练习的方法。第一种，以节拍器70的速度吸四拍呼四拍。在这个练习当中，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你吸气的速度和你呼气的速度一定要保持一致，不能吸的过快或者呼的过快，或者吸的过慢和呼的过慢。体会吸气时和呼气时速度的一致，大家看我做下示范。
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体会，去感受你的气息吸进去的速度和呼气的速度，然后用你气息的声音去体会你的速度，要保持一致。大家再看一遍。下面我们使用乐器来练习我们的呼吸，请同学们含住这个哨管，进行吸一拍呼四拍，吸一拍呼三拍，吸一拍呼两拍，吸一拍呼一拍。当到达吸一拍呼一拍的时候，要进行连续八次的呼吸。大家看我示范一下。接下来是运动呼吸练习，这个呼吸我们是要走起来啊，因为录像的局限性，所以我只能在原地走步。那么这个呼吸当中呢，根据你步伐的韵律，我们吸四拍，然后中间要憋住呼吸，憋住气息四拍，然后再进行呼气四拍，然后再憋住气息四拍，这样循环的进行练习。大家看一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拿号这个环节，请同学们一定要认真的注意。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只用左手托住乐器，右手放松的放在键子上，只是负责按键。有许多同学在演奏的时候，他的右手参与了拿这只小号，造成他右手变形和非常的用力。在拿好小号以后，同学们请看，我的右手中间好像能放置一个鸡蛋一样的，而且右手只是轻轻的放在乐器上，我们的左手负责托起你的小号。同学们一定把这两点分开。还有在举起小号进行演奏的过程当中，很多同学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形，同学们请看。这都是错误的。我们的两个手臂一定要像一个三脚架一样的轻松的支持你的小号，手臂一定要放松。如果你的手臂紧张，自然就会造成你身体的紧张，那么也就往后就会导致你呼吸或呼气或者你演奏当中造成各种紧张。请同学们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在站着演奏的时候，身体要自然站直放松，两个脚站着打开，与肩同宽就可以了。有的同学在演奏的时候，他的身体
或者他的腿部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请看他的腿部，还有他的身体，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在家里坐着演奏练习的时候，请同学们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同学们要去感受我的上半身和站立的上半身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无论是在家里做的演奏，还是以后我们在乐团合作和交响乐团演奏当中、演出当中，大家都要注意，椅子我们只坐一半，不要去靠你的后背，这样使我们的身体自然的挺直。就像我刚才所说，坐在这里演奏的时候，你的上半身一定要和你的站立的时候的上半身是一样的。号嘴儿，开始在学习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随意的去放置他的号嘴儿，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行为，请同学们一定注意。每次放号嘴的时候，一定慢慢的、认真的放到你的嘴唇中间。在这里，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号嘴的内圈，记住号嘴的内圈一定要放置在上唇唇线的上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演奏是靠嘴唇震动的，而我们震动的部分呢，也就是在红肉的这个部分。那有的同学很随意的就把号嘴放在他红肉之上，这样也就导致他以后他的红肉没有办法再去震动。号嘴练习在小号的演奏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希望同学们每天都要进行号嘴的训练，持之以恒会对你的呼吸和声音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先从简单的长音开始。首先在练习的时候，先使用你的小号找出你的音高，然后再拿着你的号嘴对照你的音准进行长音的练习。在这个练习当中，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呼吸的自然轻松和呼气的饱满，使你号嘴震动的声音一定要饱满稳定，然后注意音高的准确。下面请杨老师示范一下。下一项音阶练习，
同学们在音阶练习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音准把握好，然后尽可能的用一口气吹出更多的音。下面请杨老师示范一下。下面浩准还有一项很重要的练习，就是滑音练习。这个滑音练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根据你的音准去上下的滑动它。第二部分，可以循序渐进的向高音慢慢的滑动。下面请杨老师示范一下。发音也是我们起吹的开始，在我们所有的演奏过程当中，发音是我们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起吹的开始，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在呼吸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自然的轻松流畅，舌头放松和嘴唇放松。每次发音开始，用你的耳朵认真的去听你的音头是否准确，声音是否好听。长音练习
也是我们每日练习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同学们不要把长音练习认为我吹得越长越好。当很多同学在演奏长音的时候，他身体的气息已经不够用了，他还在坚持，这时候会导致他身体的变形和声音的变形，没有好的效果，我们的练习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长音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三个部分。第一，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发音一定要准确自然，声音要稳定松弛好听，尾音是我们同学经常忽略的部分，一定要认真的去注意你尾音的结束，一定要自然轻巧，仿佛有余音一样。下面请杨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辅音练习，许多同学会出现的现象，第一用力，第二舌头紧张。同学们看一下，这是一种非常用力的现象。第二种现象就是舌头过分紧张。那么在吐音练习的时候，我建议同学们先把乐器放下，每天花几分钟的时间去练你的吐音，去感受你舌头放松自然运动的感觉。在练习吐音的时候，同学们一定要打着节拍器，速度看个人的掌握的能力自己去定。每天坚持这样的吐音练的练习，第一，你会体会到舌头的放松和自然；第二，每天坚持会不断的提高你舌头的机能和它运动的速度。下面请杨老师示范一下。连音练习，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自然音练习，这部分的练习是我们每日练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你在一生的小号演奏当中，每天都要去练习的内容。那么自然音泛音的练习，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训练我们嘴唇的灵巧性。在自然音的这个泛音练习过程当中，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口腔的变化。那我口腔的大和小会很自然产生气息的速度的快与慢，
有很多同学在做这项练习的时候，只是单纯的用气息去吹，这样他会感觉到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在演奏这个在连音的练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体会口腔上下的打开和关闭，就像这样。音阶练习，首先要注意节奏、速度。同学们一定从慢速开始练习，准确地分配你每一个音符的时值和位置。在音阶练习过程当中，还要更加注意音准。希望每一位同学在做音阶练习的时候，首先要进行唱谱的练习，最好能跟着钢琴一起去唱，这样你的脑海当中首先有了你音阶的音高。那么在吹奏音阶的时候，首先就是要想到你的音高，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在吹爬音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在连音练习过程当中所使用的口腔变化加入进去。那么也就是我前面所讲到的，上行我们念一，下行我们念啊。那么在吐音过程当中，我们上行念踢，下行念他。同学们一定要体会他和 T 的变化，这样在吹奏爬音练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更加的轻松。半音阶的练习，许多作者拿半音阶练习作为我们手指的练习，所以在半音阶练习过程当中，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和观察自己的手指是否变形、是否均匀、是否放松。有的同学在按键的时候会用他的手关节去按键，这样就会导致他手指以后跑动的速度会放慢。同学们看一下，那么在做半音阶练习的时候，我刚刚说到很多的目的是训练我们的手指，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轻松自然的把手放到你的键子上，一定要感觉你手指的松弛和放松。在吹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慢速开始练习，那么也就是说要注意手指按键和放键的速度一定要快，脑子里始终想着手指一定要在你气息的前面。
下面我们要进行节奏练习。在节奏练习过程当中，同学们要认真的把音符的时值分配好，一点一点的开始。每一天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都要记住先从简单的开始，再逐步的向难的发展。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四分音符的练习。在四分音符练习过程当中，同学们首先要注意的是节奏稳定准确，音的时值长短一样，音符要饱满。在四分音符练习过程当中，同学们一定要首先养成好的习惯，就是要把每一个音符吹满它一整拍，不要有的音符长，有的音符短。八分音符的练习，同学们一定要注意音符的长短一致，节奏稳定。在八分音符练习过程当中，尽可能的把音符吹奏的短促、跳跃、轻巧。但是在有的练习过程当中，我们八分音符演奏也需要吹奏保持音，也就是把这个音符吹奏的饱满。所以在八分音符练习过程当中，同学们要尽量的去体会，在音乐作品要求过程当中，八分音符的运用是不同的，有的我吹奏要饱满，有的我吹奏要轻巧而短促。16分音符的练习也是我们同学经常会犯错误的一个练习，就是四个音符在一拍当中分布不够均匀。当连贯往下进行练习的时候，很多音符快慢就不一致了。所以我建议在进行16分音符练习的时候，同学们心里一定要先想着一组四个音，不要想很多音或者是一片音。那么在你演奏的过程当中，心里始终要有四个音的节拍，这样再演奏下去会帮助你做到准确。前八后十六，同学们在前八后十六的演奏过程当中会经常出现的错误，就是把后半拍的两个十六分音符吹得太小或者过于拥挤，而不是很均匀的把它分布在节拍当中。也就是说在练习前八后十六这个练习，我希望同学们要首先去唱，认真的听清你后面的两个音符它均匀的分配在这个半拍当中。我下面为大家唱一下，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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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的同学在唱的时候，就像我刚才前面所讲到，他会把后面的两个音符唱的时候或者吹的时候唱的过于小了或过于拥挤了，大大大大
哒哒哒哒哒哒，所以你首先一定要先去唱，那你才能够听清楚你后面的两个音符分配在什么样的位置。前十六后八这个节奏型和前八后十六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很多同学就会把前面两个音符吹得快了或者是慢了。那么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我希望每位同学在进行练习的过程当中，心里一定要有十六分音符的节拍，也就是在你心里把一整拍的十六分音符均匀的唱出来，然后你再去唱你的前十六后八这个节奏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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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感受到你每一个拍子里的四个均匀的音符以后，你再想着你心中的十六分音符去唱前十六后八。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练习都会帮助你把前八后十六或者前十六后八这样的节奏型吹奏的准确。八分浮点音符连接十六分节奏的练习，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浮点节奏的练习。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也和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前八后十六或前十六后八一样的，你的心里一定要有小节奏，一定要有均匀的一拍当中的四个十六分音符。首先你先把四个十六分音符唱准确它。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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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我们可以把八分浮点音符唱成三个十六分音符。那么把下一个十六分音符变换一下音。这样去唱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个浮点十六分音符在什么位置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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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多进行这样唱的练习，你就会感受到十六分音符它正确的位置。我们先唱十六分音符，然后再回到你八分浮点音符连接十六分音符的歌唱当中去。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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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直到我们唱得非常的准确了，你再拿起你的小号进行你节奏的练习。切分音在这个练习节奏当中，大家要注意到它的节奏型特点。所有切分音的节奏型特点是它的第二个音，我们往往把它吹成重音，也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
三零一，大家首先要理解它的概念。三零一就是在一拍当中，我们均匀的演奏三个音。那么有的同学往往把中间的这个音，或者靠前了一些，或者靠后了一些，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听成前十六后八，或者是前八后十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刚刚说的概念，就是三零一一定要在一拍当中，或者是两拍当中，或者是半拍当中，都要均匀的演奏三个音。装饰音技巧的练习，我们首先练习一下倚音。倚音是我们在乐曲当中经常遇到的一种装饰音形式。同学们在进行倚音练习的时候，不要先急于把小音符加入进去，首先先吹一下它旋律的主干线、主线条。当它的旋律线在你的脑海当中留下很深的印象的时候，我们再把小的音符加入进去。一定要记住，装饰音不要破坏你主旋律的线条。请杨老师示范一下。下面，当你的主旋律线条在脑海当中留下很深的印象的时候，再把你的小音符加入进去。播音，首先同学们要了解播音是由哪些音符组成的，然后这些音符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型。那么播音呢，和颤音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它是由两个音符组成。首先我们要能够很均匀的演奏这两个音符，让自己能够听清楚是两个音在演奏。请杨老师示范一下。然后慢慢的把你的小音符加入进去，单独吹奏一下你小音符的练习。首先先吹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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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看看你这两个音符演奏的是否均匀和准确，然后分清楚播音的节奏型是前面四个音，前半拍四个音，后半拍两个音。请杨老师示范一下。在颤音的练习过程当中，同学们会经常出现错误的问题。首先就是按键不到底，一定要记住，颤音是由两个音组成的，而不是只是声音颤抖而已。请杨老师先示范一下错误的演奏。
这个时候你会很深刻的感觉到这两个音你是听不清楚的。所以在练习颤音的时候，同学们一定要从慢速开始，先检查一下在演奏过程当中是否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再慢速的把两个音符吹均匀，吹清楚。请杨老师先吹一下这两个音符。无论在你颤音练习的速度快与慢，都要像刚刚杨老师所吹的那样，你会很清楚的听到是两个音在震动。请杨老师完整的吹奏一下。重音一般会出现在三连音节奏型当中和切分音节奏型当中，当然在乐曲演奏当中，作者根据作品的需要会标记哪里应该出现重音，所以同学们在演奏练习曲也好或者是乐曲也好，一定要仔细的阅读乐谱，看清楚作者在乐曲上的要求和标记。重音也就是把这个音演奏的要比其他的音要重一些响一些，根据乐曲和乐队演奏的时候的气氛不同的要求，重音有时候我们吹的会长一些或者有时候吹的会短一些，但这样去看作品和指挥的要求是什么样，我们如何进行演奏，请杨老师示范一下。双吐练习。单吐，我们在口腔里发的音是突或者是塌，双吐就是在单吐的基础上，第二个音舌头不要运动，把它变成了哭或者是咔。在练习双吐的时候，我建议同学和单吐一样要多进行念的练习，不要拿起号来直接就进行演奏。在进行念的练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到气息的饱满和连贯，动作的均匀和稳定。在念的过程当中，要仔细的去体会哭这个发音它的动作是什么样的，到了乐器上不要发生任何的改变。三吐，首先它的节奏型跟三连音是一样的，在一拍当中或者在半拍当中都要均匀的演奏这三个音。那么三吐它的演奏方式
我们第一可以把它分成突突窟，第二也可以把它分成突窟突。那么这两种你无论用哪一种都要记住在一拍当中去均匀的演奏这三个音。那么在练习方法上，我的建议和单吐双吐是一样的，要多进行念的练习，多去体会哭在口腔里的动作是什么样的。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双吐和三吐我们还可以把突和哭颠倒的进行练习。我们首先念突突哭，然后我们还可以进行哭突突的练习，哭突突哭突突哭突突突哭突突哭突突哭突突突，这样的练习都有助于你在演奏当中把三个音吹奏的均匀流畅饱满。幽谷乐园是美国作曲家斯托姆的作品，这个作品充满了浪漫的风格。虽然这个作品不是个篇幅很大的作品，但是它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好听，就像它的标题一样，整部作品已经告诉了我们演奏者该注意的风格。开始的行板有许多同学在演奏的时候速度过慢，还有在行板演奏过程当中里面的装饰音不够准确和清楚。在行板练习的时候，我建议同学们先去练习一下主体的音符，先把装饰音去掉，然后当你脑海当中形成了它的旋律线以后，在不破坏旋律的基础上再把小音符加入进来，这样一遍一遍的练习使你的小音符会更加的准确。在卡赞鸟过后就进入波尔卡，在波尔卡这个乐段当中，许多同学见着音符上面点这个小点儿，他就会把这个音符吹得很非常的短而且很僵硬，这是错误的。在音符上出现一个小点，这个标记我们把它称为 staccato， 也就是短处音的演奏。但是我们所有的奏法都要根据音乐的风格、音乐的线条发展和要求来决定你如何演奏。在波尔卡这个乐段当中，那它所体现的就是欢快和轻巧，所以我建议同学们不要把staccato 那个音符吹奏的过于短促，而是要把它吹奏的清晰轻巧而欢快。进入下面重奏乐段，在这个乐段当中，第一要多听跟钢琴之间的合作，还有就是这一乐段和最后结束句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16分音符的三连音。在这个三连音出现的时候，许多同学节奏就会出现混乱，或者是速度达不到。所以在练习这个三连音和前面16分音符结合的时候，我建议同学们先把这个三连音这一个小节拿出来单独的练习，然后再把它加入进去。到了结束句
结束句它是很欢快，激情很大，而且它结束在高潮的这样一个乐段。在这个乐段练习过程当中，而且速度很快，希望同学们一定单独把它拿出来多进行慢速练习，然后再慢慢的提快你的速度，直至达到作品的要求。